不是，饭也吃了，电影也看了，我手机都充满电了，你说你要回家了？那天儿太晚了，我妈不放心我，让我赶紧回去呢。不行，我真的回家。我不管。哎呀，快进！我不进去。快进呢，这是电梯，不能在这儿待他这么长时间。你给我少倒点儿，不用倒像你这么多。看这动画片可好看了，你也看看。干啥呀？等菜呢。没菜喝。没喝呢，干啥去？我你拽我呀？干啥呀？出去。喝完呢？啊？我妈说等会儿也行。我妈说，拿来我喝一口尝尝。关门。